Pentakill。不打游戏，不吹逼，不是娘炮就是鸡。大家好，欢迎来到喷塔秀，我是喷的小健。最近有几位的当红的游戏主播在直播时，游戏账号竟然莫名其妙的被封停。而奇怪的是，这些主播的平时的技术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并没有使用外挂和消极游戏之类的，但是他们为什么会被封号呢？追究原因，这个就要说到最近的一位平民英雄。近日，拳头的玩家行为分析师发表微博表示，要开始严惩在撸啊撸直播中违规主播，只要大家提供证据给官方，一经核实立马秒封，绝对不手软。这条微博一出，各大主播直播间里潜伏着的卧底顿时都高潮了，一个个化身无名英雄跑到腾讯官方客服那里进行着各种的花式举报。由于很多主播都有开代练店，要不就是喜欢去低分段殴打小朋友来提高人气彰显操作，所以基本上一告一个准，不少主播一打完游戏出来就被封了号。丢雷老某，隔壁漏奶的你都不封，我揍虐个小学生你揍封我，简直是压死了两倍吧。企鹅联合拳头带着这波节奏，说实话挺解气的。现在的玩家数量大多都集中在白银黄金分段左右，可这个分段的朋友玩十把五把遇代练，五把遇到前来殴打小朋友的高分段选手，只能苦苦的停留在这个分段默默哭泣。而这次封号中严打的就是有代练店广告的主播，带着代练广告的主播基本上都被举报封号，算是对代练行业进行了一波不小的打击，一定程度上可谓是大快人心。咱老百姓今晚上真的真高兴，咱老百姓今晚上真的真高兴。代练这种东西一定程度上虽说是很难根除的，毕竟有需求就会有供给。魔兽世界走过十年的岁月，但现在代练依然像寄生虫一样攀附在他的身上。但撸啊撸这次的所谓铁腕也算是给了越来越猖狂的代练一记响亮的耳光，毕竟大家在玩游戏时遇到代练都会忍不住很想骂一句 Your mother is 蹦蹦。说到这里，就给大家举一个真实的例子，本人舍友白银水平，当时所在的大学举办一个英雄联盟比赛，这会儿的情敌在一个队伍，他为了证明自己比人家高端，吃了半个月的泡面，花了七八百请人代练到了钻一，然后带着钻一的账号意气风发的跑去了他情敌那里装了一波满分的逼。情敌一看，哎呦大神呐，带我装逼带我飞，然后好吃好喝的给伺候着。虽说之后没马训练这货都坑得一逼，但天真的情敌也认为这是大神故意隐藏实力，于是正式比赛时为了激励舍友的发挥，就叫来这货暗恋的妹子前来围观大神，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所有人眼睁睁地看着钻一大神在淘汰赛里被一个黄金五的小兄弟打出了翔，各种花样单杀，跳舞嘲讽，泉水鞭尸也去养狗。比赛结束后，我舍友红了，不少学校里低分段的朋友都会前来我宿舍各种调戏这只代练狗，在我舍友身上找回自信。大神呐，搜罗吧，来个一对一我请教一下，让我看看高端局的水平嘛。一个个仿佛觉得钻石也不过如此，出去都会高傲的说，我殴打过钻石的大神。看着舍友那个落魄的样，我是发自内心的想要说一句 No so no die why you try you try you die say goodbye。所以说那些技术没练上去整天拿个代练框装着负分滚粗逼的人，你说你们何必呢？脏了游戏环境又时刻提心吊胆怕别人质疑自己分段的真实性，何必呢？花着钱想做人上人却不知空来的东西站不住脚，何必呢？如果说各位观众身边有这样的花钱装逼的可怜人，下次一定记得走在他面前关怀地说一声，装逼累了吧，我下面给你吃。为何他总是匆匆的来又匆匆的走？你是否看中了好看的皮肤却发现自己是个穷逼？你是否羡慕别人20页的符文却发现自己是个穷逼？你又是否羡慕别人送妹子皮肤一套顶一夜却发现自己是个穷逼？换个活法吧，是时候当爹了。现在登录闲人游戏官网 www.game 闲人.com
下载闲人游戏客户端，每天准点斗地主送撸啊撸点券，让你感受啥叫真正的空手套白狼。下了这个游戏，皮肤一天换一套，妹子一玩换一双，游戏内银粮每天免费领，攒多了还可兑换现金，玩其他游戏更可兑换话费、 Q 币等奖励，让您有机会集齐腾讯六钻，召唤神龙，走上人生巅峰。你他妈还在等什么？这么好的活动还不赶快麻溜的滚过来吧。群号4745392455，入群暗号小剑帅、小剑桃、小剑牛的不得了。